损失了。雷奥球两块球，两出局满垒，六局下半南美狗的进攻，这一局呢对两队来讲是非常关键的一局。这一球哇，出神判定是好球，够刁钻，真的够刁钻的。146公里压着外角低的速球，结果最后打击的黄浩然是遭到了三振，满垒遭到三振，六局下半南美狗没有得分。